常和老公一起上节目的美丽人妻许维恩，在日前传出跟老公田恩佩分居。那么今天许维恩发出了声明稿，承认婚变，说两人早在去年就协议分居，但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，所以没有公开。他是苦追你到什么程度？你跟他骂出脏话，就是一直打电话，然后就比如说，哎 ，morning call 啊，你要起床了，你要工作了，然后不然就是去探班。上节目大晒恩爱，听得众人好羡慕。美丽人妻许维恩之前被周刊拍到疑似带 circus 团员 Kid 回香归过夜，不过那时她说两人是朋友，但才隔一周，她和老公田恩佩30号公开发表共同声明，坦诚已经协议分手，还说两人在2012年11月分居，因不愿双方家长担心，才没有对外公开分手的讯息，强调两人分手后仍互相关心，感情以升华为家人，还祝福对方找到更适合的对象。只是对照之前许维恩上节目总是谈婚姻的甜蜜，两人还曾经深情对唱，随着两人分手，这样一起合唱的画面已成追忆。中央社杨博伟台北综合报道。